段时间都是在下雨，梅雨季节，然后就没。现在出太阳了，快把它全部弄拿出来，刮干净。椅子擦干净了，吃个饭，去我那朋友那里去一下，去玩一下，去我们村那个发亲那里。哎呀，你也着急吗？嗯，我在抒情呀。嗯。嗯，有表情给我看看。刚刚多啊！没鸡巴爸爸，鸡汤的鸡汤的鸡票没？什么鸡票？快寄了！快寄了！我要鸡票了，有几万块钱呢？这边个是两万。是啊。是把两顿可以那个吗？等我可能。我也没看。嗯，咱们一起跟造人嘛，可能你像个了怪。嗯。可了怪等我可不？发动了。哪里面？他们今晚也没去过吗？嗯，没见了。他放完也去过吗？喊你们？没。你买个关心的鬼子，准备结婚用了没？多少钱？买今年了咯。我讲新买的，准备要结婚用了。哎呀，你没装台空调啊？搁那来呀？装没？我帮你交电费啊。嗯。调你在楼缝里装空调没有用的哦。哎，那你怎么封那一下？没买那空调了。封的。嗯。闷呐。闷你也还我啊！你也闷还我，还我不是要跟你打铁闷？没等人家来偷完你钱啊。你。那你荷包那管多钱呢？人家偷完你钱。哦，啊，没几百块吧？你我没要的。你真收钱就按多我那，你给多少？用完了。用完了咯。你借给哪个？借给你老妹啊？没借。没借？借给发动啊？他也没借。以前你们是借了十几万给他了。嗯，他想是我给他，他想是你给他，那蛮疯了是不是？嗯，没有得还了。没有。你给我们要的。想你给我们要，哈哈哈哈哈。
就逢啥你跟他看看卖，给你卖的，啊，群里卖的，哎，还有种空仔卖，有，有啦，你叫一下，哎呦，广州万金品客，明天我要卖过去，挣空仔贵呀，空仔没少得嘛，少得，那么是就交几块钱电费得了，你有钱来帮我，我有钱我你给我有钱了，我想问你来借。没那个银行去洗八万借一辆三万以后借没我还利息给你了吗我还利息给你了吗我一辆洗八万卖个拉风卖个拉不回来那你没卖你留了钱了对吧没要钱没要钱我还没想起要钱你没事拿着卖因为我打你个越南卖越南卖个越南没回来跟你找老婆。你没还我打铁门锁呀嘛？嗯，去个找工人买条锁了呀。嗯。那我，那你又怕了炮了？没能卖个铁门锁。我卖把锁给你了嘛？卖把那大大锅那锁给你，没敲到你那种，哎。嗯。找客户来帮我找工。都去我家里帮我干活。这里下雨天，全部都发霉了。这里全部都要整理。底下呢，全部脏脏的，这里全部都要整理过。
知道花米啦。这个盆子里面装的东西，把它全部倒出来，你下面的发霉了，把它剪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好臭啊，像肥料，好臭啊！这个东西，你闻一下。筷子发霉不能要，所有的筷子都不能要。烧烤的也不能要，这些都不能要。这个是什么？等一下看一下。这个也不能要。打好卫生了，把这里的地全部都给拖一遍，拖干净了。把地也给扫了，给冲了一下地，一个厨房整出三袋大垃圾，然后回去搞一下家里面的卫生，就准备睡觉。